妹的笑容搭配芭蕾舞服装，跳着波尔卡圆舞曲，小朋友们粉墨登场，个个像小公主和小王子，展露自信纯真。高举鼓棒，跟着节拍打起鼓来，气势磅礴，还变换队形，就像来自欧洲的乐队，小小身影充满精神活力。我们的孩子很纯真，而且很自信，这样的一个纯真跟自信天真真的是无价的。除了唱唱跳跳，当然还少不了话剧演出。虽然在台上，却看不出紧张，每个人都相当享受舞台。会紧张吗？不会。很感谢学校有这样的成果。慈大附中附设幼儿园的期末才艺成果发表会，展现学期以来的排练，每个人精心演出，还有家长的支持，也是一种对学生的肯定和鼓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陈科目花莲报道。